好，草字。这是草字。你写天地玄黄。好，一样。对。可以练了哈、哦，我觉得可以练。那行草书你要注意，除了老师上一回讲的之外，要重视那个轻重提按，还有虚化实化。你看啊、哦，这样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是有时候也是这样。哦，实化、虚化、实化，啊、哦，然后转弯的地方，好、哦、像这个往上，它来过来，进来不一定要绕，就是这样就好了。黄，啊、哦，哎、嗯，有时候它是这样的哈、哦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绕过来再绕过来，这样。它的器皿的名有时候是这样写哈，含、哦。含普通话拉长一点往外，这样过来，这样也是含。嗯。好，秋收冬收上来，哎，可以了啊、哦，冬长哈，哦，润雨成穗，成是这样写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样过来上来，啊，穗呢是这样，哦，然后下来，这个哦，这个变成摘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栽种的栽啊，不是，这样哈、哦，是，啊、哦、那个栽的，啊这个是穗，哎、欸，这个有什么不同啊？啊，赶快赶快，其实好像差不多嘞，穗了穗我都是这样写 ，OK 的没错，啊只是这里有的东西不一样，嗯，好，这个可以，也有问题是这个。字，我觉得我建议你稍微写大，因为格子比较大，格子比较大，你稍微写大一点，写大一点，哎、欸，好不好？好，哎、欸、啊，临一下字帖，你有没有临？还是自己写而已？有，没有临怎么会有？谁的帖子？啊？谁的帖子？这个哈、啊欸，我忘记了。这大小不一样，你看这个比较小，哦，好不好？嗯。再你要把它写满写宽一点，所以我帮你示范一个字啊，来你看哪一个字，这都很美了哈。现在就是说，跟你示范大小，这个藤好了哈，藤这里，哦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样，哦，这样一二三，已经这样了。好，点在这里，然后往上再往旁边。下面、上面平行出去，重慢慢出去，要写这么大，嗯，好不好？是、嗯。其实很多字漂亮，很多很漂亮哈，像这个，这些都很漂亮哈。啊，稍微再大一点，然后写方一点点，嗯、太长了，还是太小啊。对。大大小小再控制一下。好不好 ？OK， 棒，好好好，好，这是。